假设如果我发进来，没有，我发进来之后，但是我停下来了，所以就是你来包我。然后可是这边他不是会跑过来，所以你就要去对，你要马上对，你不能只站在这边，那你这边都没有，我们站那边没有，就是懂我意思吗？那如果今天他停下来，他来压我。一发进来，一发进来，你们两个直接打上来，我已经过了，不太好过了。对其他人来讲，也不太好过。所以我们如果一过，但是他们把我们挤走，在这边捡，就算我随便给了啊，你今天你也要对那个人去断传球路线，除非传球路线太短，你夹不到。那就是马上回防，马上退掉，就不要管你那个区域了，因为你那个区域已经空了，懂我意思吗？如果他没对到，要接球，他们这样对到，算回防。你说他会犯规啊？可是如果对到，不用犯规啊。OK， 而且。